太棒了。可以透露一下你是哪个学校的吗？这位同学，哎，这同学能透露你哪个学校的？我 Jetson 啊，哇塞 ，Jetson 都来到我们这里来了啊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这样啊，正好他唱的这么好，然后我们也给这个 CSAP 大家打个广告，就马上《费城歌王》就要开始了。这个《费城歌王》没有各个学校的限制 ，Jetson 也可以过来，对吧？我们有好多人。之前我也参加过，最后今年的奖金是一等奖是$1,000，然后二等奖是$500，三等奖是$200，哇塞，是非常非常一个可以锻炼自己，结交音乐朋友，顺带呢就可以还可以赚些东西的，是吧？好，那么我看大家都非常的冷静，是吧？刚才那首歌那么冷静，大家好像是非常走心，这首歌这么嗨。也不算是嗨，就是大家都好像在内心挣扎。那么现在就开始来玩一个小的游戏了。既然是我们乐师游戏，就稍微有一点难度。虽然这个游戏会是一个无声的游戏，但是也要看大家的反应。我们这里有几个曲谱，哇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大家看这个曲谱，谁能够最快知道这是哪首歌？当然不会像刚才一样那么冷门了，就比较热门的一些歌曲。那大家有学过乐器的，这个是简谱，然后我们来比一下大家谁的反应能力好不好？好，那也是一样的奖品，好吧？大家有没有一点小激动？好，好，爱的拥抱。那我们先来第一首歌，保证每个人都没有速度啊，只有这个简谱。有速度啊？我的意思是没有一个它有一个节拍啊，没有速度。你不知道它是快歌还是慢歌，好吧？3、2、1，大家都能看见吗？看清吗？啊，也是一样，举手才能说。点点啊。好，有没有人举手？来，给大家都看一下，好吗？哇塞，真的假的？肯定都听过。有没有学这个？就让我们肖雪来唱一下这个旋律，试唱一下，好吧？好，这首歌是 Super 是吗？有这首歌是啊，是这首歌，恭喜！好，哇，这么曲折，我以为大家一看，哇塞，那个 Super Star 是吧？好，非常不容易，非常不容易。好，第一首歌已经结束了，我们还有几首歌，还有4首歌大概。第二首歌，如果有人看不见，可以跟我说。好，开始。开心吗？开心吗？什么歌曲？请问？对，恭喜你答对了，大家给他鼓励一下，小强。那看来第一轮大家是在保留实力啊，是吗？不要保留自己的实力好吗？好，这首歌特别难，好吗？看，重复的 monotone。Monotone， 快举手回答！举手回答啊！你们随便喊，我不算的啊。这样，看心啊！我16分音符，唱一下大家。你没有小节啊？这应该是前排啊。知不知道？来，军哥给大家唱一下。对，大家听。等一下，都不猜了吗？那你再猜一下。猜啊！为什么拘谨什么？怕自己反应太快？咪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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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咪发咪什么咪发都咪发瑞咪发咪都，这还猜不出来，我故意唱的不是很好。圈圈圆圆圈圈什么歌？请举手啊！我现在没找哦，江南。江南，难道你写错了吗？没写错。圈圈圈圈，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，生气啊！好，我马后炮了我一把啊！下一首歌，哇，这首歌居然这么难，
Monotone， 大家猜不到是哪首歌，好像这首歌。看一下，都看不到了。哇塞，我已经在演了。非常帅的三个人的组合，很年轻。跟着，你有答过吗？没关系，还有人举手想要这个这次这个奖品吗？有个毛奖品。想啊，我已经说了是吗？那就谢底了是吗？都知道了，都知道了。嗯、来，哆西西嗦。啊！哇，青春学长，没想到这个游戏难度超过了我的想象。难道大家都是？大家觉得难吗？我先问一下，做一个小小的调查，有点难吗？因为节奏的关系吗？把小节分出来是吗？提示一下，那我刚才唱一句，那就是还是考验一下大家这个能力啊。那这一次我们就是一定要举手，答过的人不要答了，然后考验一下大家能力啊，是不？好。提示啊，这是一首抒情歌曲。慢歌呗。谁先说的？这位同学还是这位同学？好，你们两个都算回答正确，好吧？好，十年，这句是哪一句？请问 ？Re so m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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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a so la。Re。好。哇，给他们鼓一下掌，好吧？可能信息太少了，只有一句话。最后一首啊，有人看背面能猜到吗？举手啊！举手！举手！快歌还是慢歌呢？这是一首不快不慢。歌先起，举手啊！请吻别。对对对。哎，为什么是吻别？来，再给唱一遍。要我唱啊！嗦啦哆啦哆啦嗦啦哆咪。啊！哇塞，没了没了，给他一些掌声。哇塞，可能是大家简谱都不太看，都看那个无线的。好。